三少，是在等林同学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已经从后门走了呀。什么？杭景妹妹，上来吧，我送你。妾已经安排车了，就不劳烦三哥了。是吗？ 这里是女校，校外男子不得入内。啊，原来是萧三少啊，恕我眼拙。放学以后，我还在这儿等你。不用了，那样太麻烦三哥了。哎，这什么话呀？琪琪专门吩咐过了，我不得好好照顾我林妹妹啊。好吧，那辛苦三哥了。哎。 回家，你三哥来接你了。走了，三哥，你来接我放学啊？不早点跟我说。哎，这不是来接你的啊！你又接林航景，你没搞错，我才是你亲妹妹。七姨不是说了吗？人家是贵客，得多给点照顾。三哥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给点面子啊。嗯，走开。 三少，是在等林同学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已经从后门走了呀。什么？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放他大老远前过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他走了？啊！你一个人傻乐呵什么呢？三少真是人好心善，居然还给我买糕点。我什么时候给你买糕点了？你看看。 这他给你的？是啊，我都感动坏了，吃着吃着我都哭了。欲擒故纵，慢慢哭，啊！哎，三少，三少。